是场震撼。从此后，我心里被你填满。狂风中，暴雨里，心心相依。迎着风，迎着雨，笑容灿烂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策马奔腾。奔向你，让我们踏遍红尘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紧紧相随。奔向你，让我们挥洒青春。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解，我和你共始终此情不灭。也曾经让你哭，陪你流泪。转眼间，你用爱把我包围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一切。为了你，走天涯，始终不悔。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解，我和你共始终此情不灭。你都不吭声，你一定痛死了。啥？紫薇，我们在这儿，紫薇。好像一幅画，
画的名字就叫只羡鸳鸯不羡仙。能够这样的爱一场，痛苦一下也值得了啊！大家快来帮忙，尔康受伤了。受伤？怎么会受伤呢？怪不得脸色发青啊。还好还好，一点小伤。不过你们这么多人，怎么没一个人来救我们？我们掉下悬崖，卡在大树上，卡了快一个时辰，你们居然在这喝茶。什么？掉悬崖？卡在树上？那你们是怎么下来的？树枝断了，我们从悬崖上掉下来，要不然怎么会受伤呢？先扶尔康，小心手。小子，对不起，我没法拦住尔康少爷。郝金锁，我知道你拦也拦不住，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。尔康，你这只手最好用方巾吊起来。天哪，你背上全部都是伤口啊！小姐，你的手腕在流血。快快拢地洞，马车上有治伤止血膏，是班花是为还珠格格准备的。马车上也有衣服，福大爷赶快包扎一下，换身衣服吧。马车上有羊药膏，班花师说还珠格格容易受伤，要随时准备药品。班花师那个羊药膏好用得不得了。尔康、紫薇，赶快上马车，我给你们治疗。你们赶快快马加鞭回去穿大衣了。羊药膏能用还是不能用呢？能用能用，皇阿玛打我板子的时候就用过，药效好得不得了呢。管他什么药膏，赶快上药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我不能回宫，也不能宣太医，能先止痛就先止痛。还有什么重要事你要宣布呢？赶紧回家看大夫啊。现在大家都在这儿，宣布这事要紧。我已经弄得内伤外伤了，如果你再失踪一次，我就断气了。我去找衣服、药品和绷带。小凳子、小丸子，你们快来。紫薇，我还没有审你呢，你什么时候和尔康对上眼了？上次见面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你不要说了吗？也不用说了，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，从相识到离别简直是轰轰烈烈，再加上掉悬崖、卡在大树上、摔下来受伤，你们的感情也太惊天动地了吧。既然知道我们这么惊天动地，那还不赶快研究一下我们的后续行动。哥，你浑身是伤还研究什么后续啊？赶快回家去吧。绝不，我要研究完再回家。那总应该先换了衣服疗了伤再说吧。我有一个大计划要宣布，你们大家听好了。这个想法我已经想了很久，但一直只是酝酿着，还没有成熟。但是紫薇今天把我逼得非拿主意不可了。方法是有一点冒险，不过说不定可以解决我们大家的困境，制造出一个全新的局面来。什么方法？快说快说。让紫薇进宫去。这件事儿我已经和紫薇讨论过了，我们需要令妃娘娘的帮忙，让紫薇进宫当小燕子的宫女。我不懂，就算紫薇真的能进宫，目的何在？总不能跑到皇阿玛身边去说小燕子不是真的格格，我才是吧？那岂不是做回小燕子的欺君大罪吗？如果不说出真相，让紫薇进去当宫女，那岂不是多一个人陷在宫里吗？进了宫就看紫薇的了，只要有机会接近皇上，紫薇不必说出真相，只要让皇上慢慢了解有紫薇这么一个人，见机行事。不行不行，你这叫病急乱投医。本来一个小燕子在宫里面，我们就已经够手忙脚乱的了，现在如果再加上一个紫薇，那岂不是更加混乱了吗？你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他们两个身份各归各位，让紫薇得回格格的身份，那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皇上指婚了。你这个圈子兜得太大了，万一越弄越糟，你会害了小燕子的。不行，我反对，这样做太自私太危险了。二太说的对，我不干，只要危害到小燕子的事情我通通不干。不是我自私，我通盘考虑过，我还希望有紫薇的帮忙，皇上会更加喜欢小燕子，即使到了真相大白的时候，他依然舍不得小燕子，继续维持他还珠格格的身份，那样喜欢他的人也不至于有口难开了。Thank you.
尔康，你真伟大，你居然想出了这么好的办法。我决定了，我就这么办。可是这么做真的不会危害到小燕子吗？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妥。小姐，你的梦想、太太的遗命、尔康创业的希望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啊，你还考虑什么呢？不过你不能只要一个宫女，你得连我一起带去宫去才行，我和小姐是绝不分开的。嗯。喂，你们大家是通通走火入魔，全体发疯了啊？不过既然要发疯，我看咱们大家还是一起发吧。来，咱们大家赶快坐下，再继续讨论一下啊。来，坐。阿玛，额娘。老爷，回来了。紫薇找到了。大人，福晋，我知道我应该走得干干脆脆，不再回来给您添麻烦。可是，尔康他们说服了我，我走也不容易，留也不容易。来，快起来，让我看看。回来就好。感谢老天，让他们兄弟俩找到了你。孩子，你这一走，我们才知道，其实你在我们心里早就生了根。原谅我，是我说话太重了，你就不要再介意了啊。是啊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以后的问题，我们慢慢的再想办法，啊。尔康说的对，人定胜天。嗯，我们已经想到了一个人定胜天的办法，不过需要阿玛还有额娘帮助我们实现。还是先请一个大夫给尔康治疗一下，他的手和背都受伤了。什么？给我看看。啊，只要阿玛和额娘帮助我们，什么伤都会不治而愈的。大的礼呀，快起来！哎，不起来，等娘娘您答应我，我才要起来。什么事这么严重啊？其实对娘娘您来说只是一件小事儿，我想增加两个宫女。增加两个宫女，明玉和彩霞侍候的不好吗？不，她们好极了，是我自己还想多要两个人。再增加两个人倒是不难。可是你一个人需要这么多人伺候吗？其实也不是伺候了，是解闷。只要这两个人进了宫，我就不会一天到晚闹着要出宫了。娘娘，你也可以少操一点心。难道你有指定的人选不成？难道你要从宫外弄进来不成？你就再宠我一次吧，我知道你心疼我，每次有好吃的好用的你都会拿过来送我。皇后娘娘骂我的时候您都会帮我说话，将来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娘娘，你就宠我宠到底，答应我吧，让他们进宫吧。哪两个呢？他们一个叫紫薇，一个叫金锁，都在福伦大人家里当差。福伦又是他们家？你跟他们家走得可真近呢。哎呀，娘娘，那两个丫头真的是好的不得了，跟我投缘的不得了，我跟她们就跟亲姐妹一样。她们进了宫，我也不需要宫里给她们发月俸，皇阿玛给我的银子多的我用都用不完，我自己给她们发月俸，你只要让她们进宫就行了。好，这个事情我放在心上了，让我考虑几天。啊，娘娘，你别考虑了，我那个书房债，饭菜多的吃都吃不完，多他们两个人吃饭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你也不能说风就是雨呀，想怎样就怎样，让我再想想啊。什么？你说那两个姑娘是《还珠格格》的结拜姐妹？是啊，
当初还珠格格刚进宫，见到尔泰就托尔泰照顾这两个姑娘，尔泰哪会做这些事儿呢？我就亲自跑了一趟，谁知这两个姑娘长得玲珑剔透，干干净净，我一看就喜欢，干脆把她们接到家里去帮忙做做家务，这样还珠格格想她们的时候啊，上我家就见着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这小燕子也不跟我明说。哦，那上次她偷偷溜出宫就是去见她们两个了吧？不错啊，三个姑娘啊，感情好得不得了。依你看，要是让这两个姑娘进宫当宫女，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呢？依我看，没什么不妥的。还珠格格是皇上面前的小红人，这也是你处理得当的结果。说真的，说不定哪天我们还需要她的支持，让她高兴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啊，再说啊，宫里也不在乎多两个人，啊，至于这两个姑娘的人品，我可以做担保。是啊，还是姐姐想的周到，那就这么决定吧。过两天你就让他们进宫吧。做了很多个通宵才完成，始终还是没有机会送给他。从昨天到现在都没看到小燕子，不知道她找到紫薇没有。这个小燕子状况那么多，什么时候才能让人安心呢？ What is wrong with me？ 难道除了小燕子就没法想点别的事儿吗？先把静心亭的设计图完成吧。我这是怎么了？ She's everywhere， 她简直无所不在。四大才子，小燕子来了。师傅还在不在？黄六郎有没在？有没有人在？你知道如意馆晚上除了我都没人啊，那些小太监我让他们去休息了。你找到紫薇了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哎呀，可惜啊，你不在，没有把那个画面给画下来。我们还是到我画室里来谈吧，这儿挺危险的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如果皇阿玛又来找你下西洋棋的话，我就惨了。那么就这样吧，在御花园走走，看到人您就带着四大才子闪开去，这么黑谁认得清是你啊？何况现在夜深了，除了打更守卫的人大家都睡了，
我们就避开守卫去静心亭吧，那儿能批。好，我们边走边谈。四大太子，你们提着灯在前面走，如果遇到什么状况的话，知道该怎么办吧？知道。哎，等等，灯还是灭掉。今晚月光挺好的，有灯会引起注意。四大才子，你们东南西北一人负责一个方向，看到动静就把你们的拿手绝活拿出来，知道吗？知道。紫薇明天就要进宫了。进宫？嗯。怎么进？以什么身份？是要让皇上再认一个义女吗？还是你要去招认？ No。 嘘。不行，绝对不行啊！你的脑袋要给我好好的待在脖子上，绝对不可以去招认。斑鸠，我说你怎么比我还要激动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过来过来过来。这样是不是太委屈紫薇了？如果不成，她就当一辈子的宫女吗？哎，我怎么可能让她当一辈子宫女啊？我早晚有一天会说的嘛，小燕子，我怕是那一天了。你这个皇阿玛，我跟了快十年了，他对于欺君大罪是从不原谅的。取消是个计划，现在还来得及 ，please 取消他行不行？来不及了，令妃娘娘都已经同意了。你这个人啊，个子那么大，胆子就那么一点点，像我那个笨蛋才子小蚊子。我是认识你以后胆子才变小的。你放心吧，只要有紫薇啊，我就一定会逢凶化吉。何况我不还是有你这个福星吗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紫薇和尔康已经私定终身了，除非紫薇是格格，这样才有可能被指婚给尔康。原来是这样。嗯，那你呢？我，嗨，皇阿玛那么喜欢我，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我本来就是义女嘛，紫薇就是正宗的了。紫薇和金锁明天就要进来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对他们，知道吗？看样子这事已经成定局，还能说什么？还珠格格的吩咐，奴才只能遵命。什么奴才遵命啊？哎，如果加上紫薇和金锁，我们书房斋不是有四大美女了吗？四大才子。四大美女，哎呀，我们书房斋全部都是人才了，真好真好，四大才子四大美女。有人，是谁？给我站住！格格。咱还是回书房斋吧。格格放心，班花师武功很好，那人占不了便宜，咱们才危险。不知道这附近还有没有人埋伏。格格，快走，我小桌子可以保护你。有小桌子保护才危险。格格别怕，我邀请好汉，霹雳火秦门小旋风拆进急先锋锁车来保护你。再不济，还有如来佛呢。快走快走，待会儿如来佛没来。来了个蜘蛛精就麻烦了，碰到我这个刮不熄的小蚊子，就觉得还是很危险，咱还是回去吧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千万不要让紫薇进宫的事情出问题啊！格格，咱们还是快走吧。走。有这等事。还珠格格深夜和那个洋人逛花园，还有四个太监随行，你看清楚了吗？奴才没敢太靠近，但是绝对是还珠格格没错，还穿着小太监的衣服。他们谈什么？回娘娘，他们俩很亲密的样子，班画师还握着还珠格格的手臂，奴才想再靠近一点，但是就被发现了。娘娘说过不要泄露行踪，所以就没敢和班画师动手。嗯，做得好。你们几个兄弟给我好好监视一下那个树方斋，随时回报。这奴才告退。容嬷嬷，你说
这是怎么回事？皇后娘娘，这还用问吗？怪不得那洋人上次用毒药攻击娘娘，那班画师说不定早就是还珠格格的入母之宾了。秽乱宫廷，死罪一条。容嬷嬷，咱们要的是证据。这个小燕子狡猾得很，你得想法抓到证据才行。嗯。明天就要进宫了，你们两个啊，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。请福晋放心，我一定会处处小心的。嗯，记住了，不能喊紫薇小姐，只能喊名字啊。是，喊小姐紫薇，喊小燕子格格。对了，福晋，打扰了您这么多的日子，又要您为我们操心，还要您帮助我们进宫，做了您以前从来都不肯做的事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。咱们呢不会分开太久的，等你回来的时候啊，叫我一声额娘，用你的一生来谢我吧。紫薇，能跟你说两句话吗？啊，金锁，我有几件小礼物，要你带进宫去送给小燕子，咱们走吧。是。紫薇，这次把你送进宫，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一条路。我千思万想，只有冒这个险，才能让我们每个人都各得其所。但是我的心里，真巴不得你再也不要离开我。那道宫墙，虽然只是一道墙，感觉上，却像是铜墙铁壁。我还是真不放心你。真舍不得你。明天你进了宫，我就会为你担心，也不知道要担心到哪天为止。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千万千万要小心谨慎呢。你放心，我不是小燕子，我会非常小心，非常谨慎的。我知道你做这样子的安排心里有多么的矛盾，我也知道你为我想得多么深入，你明白我心里对皇上的渴望，你也明白我回到你家是万不得已。现在安排我进宫，不但解决了我出京上的尴尬，也为未来的相聚铺了一条路。你真是用心良苦啊。如果我不了解你的种种用心，我也不会听你的安排了。你的伤口还疼吗？有没有好一点？会不会留下病根什么的？坦白跟你讲，真的很疼，疼到晚上睡不着觉。那怎么办？都是我的错。但是我疼得很幸福，只要我一疼，我就想到那天跟你在大树上紧紧拥抱的情形，想到我们一起摔落悬崖的情形，想到我找到你的情形，于是我疼着疼着就会笑起来。疼得笑起来，满口的谎话。骗你就不是人，你的紫薇郎自私之心。有一样东西我要送给你，这是我们傅家家传的坠子，上面有我们傅家的家徽。你看这个福字
我要用这个坠子把你永远留在我们傅家。他是你的护身符，你看见了他，就等于看见了我。我会永远带着他，睡觉都不会拿掉。他会是我最最珍贵的东西，我会时时刻刻贴身不离的。你帮我戴上，戴上了，我就认为我被你定下了，我是你的人。身上还有淤青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淤青？那天抱着你在石头上打滚，不可能只擦破了皮，一定还有淤青吧？你全身都是淤青是不是？你伤到哪儿了？哪儿最严重？你快给我看看。在这儿，一直在这儿。自从你不告而别之后，我就是浑身淤青了。现在又要送你进宫，我的淤青会继续下去。进宫以后，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没那么容易了。不过，我是御前侍卫，本来就应该待在宫里，所以我会千方百计的来跟你见面。如果我不方便，你要随时联系五阿哥，让我知道你每天的情形。在宫里不像外面，你又是一个宫女，不像小燕子有格格身份撑腰，什么事儿你都要留神。对皇上也不要太心急，更不要因为亲情发作而不能控制自己。你心里一定要有个数，他心底已经先入为主的认了小燕子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万一在宫里住不下去，一定要告诉我，不要勉强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好了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我们借诗吧，我说上一句，你说下一句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我恐怕会接错。紫薇进宫的日子，哎，害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着。不知道昨天跟斑鸠动手的那个人是谁啊？紫薇应该会平安进宫吧？应该不会再临时遇到什么阻碍吧？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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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地灵灵，地灵灵，千万不要有事儿。这四大才子和两大美女睡到现在还不起来？四大才子，两大美女，起床啦！四大才子，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啊？怎么个个都无精打采的呀？今
天什么日子呀？今天是什么节日吗？不就是平常日子吗？乖乖龙迪懂，今天是格格最早起床的日子。今天呀、啊，是格格最兴奋的日子。哎，对，错，大错特错！你们不用猜了，我告诉你们吧，今天是我们顺芳家迎来贵宾的大日子。看看你们这样无精打采的，怎么迎接贵宾啊？赶快，赶快，你们通通给我站成一排，快快快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！今天我们树芳斋有重要的贵宾要来，你们个个都要打起精神来，以最好的精神面貌来迎接贵宾。所以啊，我们就来跳一段健身操，锻炼锻炼。大家跟我一起念，一起跳，懂吗？遵命。来，伸直双手，闪一闪，伸个懒腰，动一动，摇摇屁股，晃一晃啊，晃一晃。转个脖子，精神好。小丸子，好好跳！大家跟我大声一起念，一起跳，来！伸直双手，甩一甩，伸伸懒腰，动一动，摇摇屁股，晃一晃，转个脖子。这个小燕子，为了紫薇要进宫，简直兴奋到神经兮兮的。这个什么健身操，在宫里还是破天荒头一回呢。显然啊，他连这一点时间都熬不过去了，抓着这些才子和美女，帮他打发时间呢。精神好，转个脖子，弯个，来来来来来，跟我们一起来跳健身操吧，跳了精神才会饱满。大杂院孙婆婆每天都在跳呢，跳了我们就能用最好的精神状态迎接紫薇。来来来。挖个鸡蛋，小燕子，今天这个大日子不是健身操可以表现的啊？那要怎么表现啊？你的微笑就是最好的表现喽。嗯，哎，那可是他们要怎么表现啊？不行不行，我们还是要有欢迎式的。欢迎式？嗯，用健身操做欢迎式，是不是太怪了？可是我这个笨蛋瓜不兮兮的脑袋，我想不出别的什么好招了。格格学会了我的口头禅呢。哎，过会儿啊，让他们排成一排，等到紫薇和金锁一进来的时候啊，他们就行礼喊口号。好啊好啊，喊什么口号？这要编一编，不是随便就能想得出来的。你是五阿哥，你文武全才。赶快帮我编一个，教他们几个练习。哎呀，快快快快快！我待会儿就要去延禧宫接紫薇了。啊，嗯，这么早？延禧宫还都没起床呢。你呀，千万不要去吵令妃娘娘。哎，有了，有了。你是小鸟，他是小花。以前他用你的几幅画就可以念成一首诗，现在我们也这样来一段。好啊好啊。花儿来到树芳斋，鸟儿赶紧站一排，心里唱歌嘴巴笑，欢迎紫薇入宫来。心酸委屈成过去，从此新花朵朵开。鸟儿多少对不起，花儿不必再悲哀。紫薇金锁皆如意，燕子从此笑开怀。毕竟是五阿哥，你就这样念出来了，你把我对紫薇的心事全部都说出来了，你太厉害了，你好了不起，我太喜欢了，这比我那什么伸伸懒腰、摇摇屁股简直高明多了啊！有气我崇拜你啊！快快快，大家赶快一起背起来，这样等贵宾进门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念得清清楚楚的，知道吗？啊，那么长还要背诗啊？背，当然要背了，赶快背，赶快背，快教他们，我也要背，快快快！花儿来到树芳斋，花儿来到树芳斋，
鸟儿赶紧站一排，鸟儿赶紧站一排，心里唱歌嘴巴笑，心里唱歌嘴巴笑，欢迎紫薇入宫来，欢迎紫薇入宫来。娘娘吉祥，娘娘，紫薇和君锁我给您带来了。奴婢紫薇叩见令妃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奴婢君锁叩见令妃娘娘。您把头抬起来，让我看看。长得确实不错，白白净净，清清秀秀的。你几岁了？奴婢十八岁，我十九。没问你就不要答话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我要我的这些毛病啊，慢慢再改吧。不过以后跟了还珠格格，这些规矩更难教了。格格得到了皇上的特许，不用太苛求规矩，你们两个就不同了。这宫中的礼仪规矩啊，一定要严格遵守。要是出了差错，别人会说是我令妃的问题，怎么把你们两个招进宫来了呢？知道吗？奴婢谢谢娘娘指点，一定会遵守规矩，不让娘娘为难的。奴婢也是。娘娘娘娘娘，我可以带他们回书房斋了不？急什么呀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们两个是靠着还珠格格的面子进宫来的，没受过正式的宫女训练，自己要机警一点，要懂得分寸。就算在书房斋里，也不能跟格格没上没下的。除了书房斋，别的地方就不要乱走乱逛，出了问题，可没有人替你们收拾。奴婢谨遵娘娘教诲，一定会自我约束，谨遵本分，不敢逾矩。奴婢也是。娘娘娘娘，你放心好了，这规矩啊，以后我都会慢慢教他们的啊。你教？那我看你啊，别教得好。好了好了，去吧。君锁，在宫里要守规矩懂事啊。还珠格格吉祥。吉祥吉祥。你看那边。这个你要多留意一下，知道吗？这个你自己要好好分析一下。小燕子，皇阿玛，皇阿玛吉祥。福大爷，你也陪皇阿玛一起来呀。还珠格格吉祥。知道额娘来看令妃娘娘，就陪着皇上一起过来了。小燕子，你那么匆匆忙忙要去哪儿啊？看你脸孔红红，眼睛发光，什么事情那么开心啊？我开心，我开心，我当然开心了，因为紫薇进宫了。她是紫薇，那是金锁，他们是，他们是令妃娘娘赐给我的两个宫女。紫薇，紫薇，她名字叫紫薇。注视着我，眼底充满了爱。
的世界一片凌乱，你也跟着我不停地